但是它材质很珍贵的，就是欧洲的迪奥联名的。我刚中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本期的观察员木木。当盲人走在街道上被人故意绊倒时，路人们看到这一幕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撞到你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干嘛呀？不好意思啊，撞到你瞎是吧？不小心，你看不见，你也不能踩我鞋子呀。那你也没坏呀，你的鞋。他踩脏了，踩脏了他。没有，这个是限量款的。我刚刚也可以擦呀。我刚刚不小心。对呀、啊，对，那你看不见。那人家眼睛看不见踩，但是确实是有的时候是难，那可难免。不好意思啊，放了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来，给你。哎，谢谢啊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往前走就好了。哎，好嘞。不好意思啊，是吧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我的鞋子你得赔。我这是迪奥和 AJ 联名的20000多的鞋子。但是我现在没有带手机啊。他刚才踩了我的鞋子。可是刚才他敲了他是盲人吗？他挡到了他的路吗？他又看不见了。赔偿对，我就想让他赔钱就可以。但是你要赔什么？你这鞋子很坏。但是它材质很珍贵的，这是 AJ 的迪奥联名的。我刚中我的盲，这不是 AJ 迪奥联名的。我刚也没有扫到，我不小心撞到，不好意思啊，真的不好意思啊。他走了。谢谢你啊。没事。